他写说，所以他在日本卖很好。他卖，你看那个 PC Home 的那台夏普还不错啊。啊，我说他会不会在日本卖很好啊？这什么 vivo 红米夏普？哦，这一台吧。哇，是莱卡相机，你还不用起来？我觉得这台看起来可以买啊，还不错啊。我来查一下，这个叫做什么 Sense 7哦。对 啊，直接用啊，用用看啊，它上面就有写有什么消耗电流。啊，怎么按啊？有啊，它这里有啊。就是哦，就面板比较厉害嘛。他用他们哇，电池三年还可以有90%以上。他用他们夏普的那个 OLED 啊。哦，就是会啊，开始用啊。啊？怎么用？往上滑。哦哦哦，看起来就不一样了。夏普。啊，怎么跳出来？你要用相机啊？用用是什么相机？哇，还有防水。对啊，我说这台这个价位，觉得还 OK 啊。那用起来 OK 才 OK 啊。哇，跟得太慢了，出去了，已经跑出去了。他那个空空跑的又不一定是真实对焦的状况。哇，跑出去了。哎、欸，他这个是什么人啊？人呢、欸？哇，这有点呢、欸，哇。哇，瞎逼。人。他只认得人，他不会认得购物车。他当然不会认得购物车。那他还会认什么？他都没有认出来啊。食物啊，你要拿食物来。食物文字他应该认得吧？他有人不认得啊。他到底他只认得人而已啊。啊，因为这里只有人啊。有那么多东西他都不认得。他可能食物、风景之类的啊，他都会认得啊。至少说啊，这是什么什么，还有什么？这里没有什么东西。然后，哎、欸，还有 AI 啊，刚刚就是 AI 啊，有人就是 AI。哎、欸，它还是有啊。AI 关了。条码读取成功是什么鬼？我怎么知道？扫到什么鬼？这是什么 ？Google Lens 啊。哦，那可以放大倍数，哇，加倍耶，加，哇，这个都那么糊了，确实，要把它当望远镜了，加倍耶，它应该顶多，它的广角，哎、欸，它有没有广角？广角有啊，有广角啊，往另外一边滑。它这下面自动会变出这个肖像，是美机耶，你最爱的美机啊，导览相片，为什么怎么叫导览相片？就是可以自己应该是专业模式吧，什么导览相片，能翻译什么可以，所以是导览相片。然后夜间哦，夜间，其他。导览影片，相片、影片、影片怎么样？开始录，你这样拍都应该还没什么问题啊。你要拍这个黑黑箱子啊。哦，夜拍耶，还不错。哇！算了，你把那个光线遮起来，还行耶，还行啊，还行啊，算了。好，我们要用照相的呢，照片，还行嘛。你要微微动一下，看看会不会，我看起来就有
他应该有防守阵吧，我猜。要看照片吗？夜景。欸，怎么看啊？你要有相簿，你去相簿看吗？这什么鬼？因为在摇晃。上一张是往哪边晃？你先缩小。哦，这张是没有摇晃。看没了，看不出什么。为什么没照到巴黎啊？铁塔有啊，你没有对到他。所以呢，你说到莱卡，哪里有写莱卡？他刚刚在哪里有写？哪里有莱卡？防摔耶。莱卡他通常都会这里会写啊，还是蔡斯还是莱卡，就他刚刚那个广告的时候他有写啊。他在哪里？在这里吗？他的广告在哪里？现在的相机到底在哪里？没有。他怎么开启他刚刚的那个？你不动他就会跑进去的吗？那就把他这样子，他是不是就会跑？哎，有了有了。电池啊，感觉蛮厉害的嘛。还行、啊。我真的觉得这个，这个蓝，它这个灯是荧幕哎。不是真的指示灯，就是荧幕的绿点。这里可以复古功能，12867十一色，绝了呢！啊，什么都没写，谢啊！这里没有啊，这里啊，镜头。你用镜头、啊，看来他没事。你在哇？看来没有。对呀、啊，你刚才看到哪里？看到世界外面去。看来没有。出色规格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刚刚是这里吧，是不是？性能。哦。